小小变色龙，大大奇妙。当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出现，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，乱七八糟的变色龙。乱七八糟的变色龙。变色龙会变色，遇到危险不退缩。可是今天怎么了？趴在黄花上，本该变黄色，可却变得红艳艳。跳到石头上，本该变灰色，可却变得蓝色带粉点儿。走到草丛里，本该变绿色，可却变成了橘黄色。猴子和比尾萌说，别担心，我们来帮忙。嗷呜，那边来了大狮子，变色龙，看你怎么办。这是我们美丽的变色龙。雨林深处，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，它的颜色出乱子了。讨厌，它苦恼地说，趴在黄色的花上，我应该变黄色，可是你瞧瞧，我变成红的了。变色龙不甘心，还想再试试，它跳到石头上，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。它走到草丛里，变成橘黄色。全错了，真是乱七八糟的。恰巧猴子和比尾萌溜达过来，看到变色龙，他们说，变色龙，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啊。我的颜色全乱了，变色龙叫起来，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，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？我变不好色，它就会发现我，一口把我吃掉。别担心，猴子说，我们来帮你。对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比尾萌说。好，现在闭上双眼，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。比尾萌给他出点子，我变黄色，我变黄色。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，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，但是哇，变色龙踩到了猴子扔的香蕉皮，脚底一滑，撞上了一棵芒果树。啪嗒，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。哎呦，这下我倒真变成黄色了。变色龙生气地说，这方法不管用，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。别担心，猴子说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比尾萌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，自己闷头想办法。突然，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。狮子！两个家伙大叫，狮子来啦！啊！变色龙想变绿色，可却变成了紫色。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，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。可是他掉进了河里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。他扑腾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爬到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。嘿嘿，跟你开玩笑呢。猴子和比尾萌冲着变色龙大喊，我们还以为吓吓你，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。这天晚上，猴子和比尾萌偷偷碰面，继续商量解决办法。真是个好主意，猴子小声地说，就这么办。到底猴子跟比尾萌
偷偷商量了什么解决办法呢？天一亮，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。你这个面具可真吓人啊！比尾萌说，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。快躲起来！猴子嘘了一声，变色龙来了。嗷呜！猴子大吼着跳起来。狮子来啦，救命啊！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，他想变成绿色，可是却变成了红色。是我！猴子咧嘴大笑，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。你扮得还真像，变色龙说，可是真丢人，我还是变不好色。不过猴子和比尾萌还是不死心。狮子！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，他们又大叫一声，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。他想变棕色，可是却变成了蓝色。狮子！当变色龙扑哧扑哧地吸果汁时，比尾萌又尖叫了一声，变色龙赶紧躲到粉色花下面，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，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。没希望了，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，唉，看起来事情没那么容易。猴子说，的确有点麻烦。比尾萌说，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下，简直烦得要命，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。如果狮子真的来了，它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猴子和比尾萌箭一样的飞奔过来，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。狮子！他们尖叫着。哈哈，你们又想骗我！变色龙笑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听到一声大吼，嗷呜！变色龙抬头一看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嗷呜！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。你是什么东西？狮子舔舔嘴问道。我是红点点。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，不对，我是粉条儿，紫带带。我现在是红点点、蓝花花、紫带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狮子被他说糊涂了。突然，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我得了乱七八糟病。变色龙告诉狮子，吃了我，你会肚子疼。乱七八糟病，狮子吓得直往后退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变色龙说，吃了我，你会和我一样。颜色变得乱七八糟，真可怕！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，我得赶紧走。说完，狮子咳咳咳咳说完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。万岁！变色龙太聪明了！猴子大笑说，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。乱七八糟的变色龙，太棒了！比尾萌喊道。变色龙好高兴，它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，还带点蓝点儿和黄点儿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。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通过自己的机智赶跑了狮子。有时候看起来是坏事，也可以变成好事的。
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，只希望所有的努力终有回报。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，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精彩故事，可以订阅我哦。